现在瞧的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出生的第一眼，那会儿瞧的鞋才像鞋。哎，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我听咱妈说，哎，我出生咣当一下一落地，长得漂亮极了，就因为第一眼看错了人，所以现在我还生活在重灾区呢。
说啊，神在语言中是吗？他有语言跟你一个脾气是吗？也是前提的态度啊，呸，但哪有钱到哪去，以前咱北京人还算有钱吗？连外地人都学咱北京话，说你破口啊，破口到了，改革开放广州火了，满世界都学人家，哇好漂亮啊，不是钱到了吗？啊，开发浦东后来居上，您这二哥从上海出趟才回来，就张嘴闭嘴的乐不得了。眼瞅着东北边贸一发展，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贼漂亮，听见了？一有了钱，连贼都漂亮。嗯，那二十年以后什么话最时髦啊？二十年之后最富有的就你们老家唐山，那会儿最时髦的话就是忒漂亮。不会说推的，就一定有歇菜，啊？是吧？哎，是吧？都是出外使节了，那咱还能叫什么呀？叫什么都不能忘了本，你把那几个时髦的字儿一穿，那就是一段特辉煌的历史。叫什么？就叫冯，冯特好，老贼推。哎呦！唱歌实在是特点，你看我这个人就喜欢唱歌。唱什么歌？特别喜欢唱影视歌曲。太好了啊，太好了。什么？我就爱听这个电影电视插曲。是吗？哎呀，很有群众基础啊。你最喜欢听哪首歌？那可太多了，你说一说。像什么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呀？还有什么？等会儿你最喜欢听哪首歌？便衣警察，就那主题歌。真喜欢听假喜欢听？真爱听，特爱听，最爱听这歌。知道这歌谁唱的？知道。谁？刘欢的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刘欢可不是外人呢，那是我比较得意的学生。刘欢是你什么比较得意的学生？别逗了，蒙得了别人，蒙得了在座的朋友吗？啊，我们山西亲爱的朋友谁不知道而且刘欢那是我学生。这你看这都知道吗？刘欢那个便衣警察，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。你还不见得会唱呢，你啊！就冲你这句话，怎么着？我守着今天到场的亲爱的朋友，干嘛？我非唱唱这个便衣警察不可。好，这叫是骡子是马，得拉出来溜溜，对不对？什么话？话处理不错。下面我带着感情为大家演唱啊，《便衣警察》主题歌，你来。头一句什么词来着？头一句是这个起哄啊，不会唱跑调吗？谁说不会？我考考你，你说得上来吗？什？头一句你说得上来吗？你问我，你问得住吗？你说呀，不是便衣警，张嘴就来。啊、头一句我告诉你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你也不知道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。对吗？当然对了。重复一遍。几度风雨几度春秋。没考我。头一句马上把你带入到一种意境，写得太好了。哎，但是头一句再好，嗯，它好不过第二句。你说着了。这第二句是风霜雪雨搏激流。搏激流，心潮澎湃荡漾的感觉。但是最好还得说第三句。没错，第三句是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啊。这个词儿啊，不，这是第四句。第三句，第四句，第三句，那第四句是少年壮志。不，你也不会啊，你啊。不，我就是让你从头到尾说一遍，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。我再唱，感染力就强了。是这样。下面我带着感情为大家演唱《便衣警察》主题歌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好，快请。头一句什么词来着？头一句是那个……我说你中午吃了猪脑子了是吧？头一个字儿，急啊！急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搏激流。好极了，是，真的不敢问这历尽
能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，金色盾牌热血铸就，危难之处显身手，显身手，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为只为小奴家才把那心儿伤啊！你这赶大车的呢？是我担心你停不住你。什么词儿对吗？怎么不对啊？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为只为小奴家。应该怎么唱？应该这么唱、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你还不如我呢你。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峥嵘岁月何惧风。现在眼睛可以睁开了。那什么，怎么样？连起来，完整的唱一遍。连起来啊！哎、完整性。天上有个太阳。暂停了你，串雪城知道吗？啊，对呀、这是便衣警察吗？我教刘欢就是教的雪城，不是便衣警察吗？不是，我教的雪城。下边我给大家唱雪城的主题歌《心中的太阳》。一会儿，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太阳，俩太阳灯，灯啊，月亮，哦。天上有个月亮，太阳，听不说月亮，后边是月亮哦，后边是个月亮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是太阳，哪个是月亮，啊啊啊啊。下雪了，天晴了，下雪别忘戴草帽啊！下雪了，天晴了，天晴别忘穿棉袄，穿棉袄。你也不怕起痱子啊？心中有个恋人，身外也有个恋人，他俩恋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打算唱什么？没告诉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个骗子。现在是不让卖军火，要是让卖，五毛钱一斤手榴弹，我扔你两颗五毛钱的，我告诉你。我刚才跟你闹，我跟你闹吗？当然了，我的话你可以不听，可是连高尔基高老先生的话你也不听吗？高老先生怎么说的？高老说你纯粹是个二杆子。这是高尔基啊，我门口那老高修理耳机子的，你管呢？就说 你这人你真不识逗，我跟你开玩笑。我跟你逗吗？冯巩，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啊，我要正经的唱歌啊，你都猫不着大门，你不知道我唱的歌是什么名字。还跟您讲，牛同志啊，只要你一张嘴，我就知道是什么曲目。这话不大吗？这叫实事求是。我今天唱这歌啊，怎么着？我就让你不知道，哈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来吧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静美的石头
会唱歌。电视连续剧《木鱼石的传说》的主题歌，就这歌啊，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，就这太老了，这什么歌？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这《西游记》，这连那二道贩子都会唱。你这话不损吗？不是，真是会唱了。哦哦。啊哦，我不是阿秋，啊哦，啊哦，我不是阿秋。你这小点，我没有。哦，这是他演的。你撞到枪口上了。几个是王子剑呀，几个。空老牵挂，《红楼梦》。当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，凯旋在子夜，生日的向你招手，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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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衣袖，千里四世同堂，过元甲，对吗？哦，演砸喽！雪儿泼毛儿泼，身上的袈裟破，你笑我他笑我，你把山儿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这歌是济公大战啊，资战四郎，有的。见到各位啊，就算见到亲人了。哎呀，没法不高兴。一进入21世纪啊，这个喜事是一件接一件，而且还都是大事儿。你就首先说吧，申奥成功，没错，大运会胜利进入，中国足球队连胜2场，民心惶惶，连累显眼。这都是国际大事儿，知道吗？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气啊，怎么就这么顺？我不关心事啊，我看什么什么都顺眼呢。啊，就说现场吧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我看着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，没错，一个长得比一个年轻，没错。就说第四排那大姐吧，啊，就穿那个裙子的大姐，以前给我的感觉怎么也得40了，今天我仔细一看，哇，29。我这人嘴直，我就怕不怕您不高兴，我跟你说。就这位大哥，我昨天看他那生活水平，充其量刚着手解决温饱问题，那可不。今天一看，哈，亿万富翁啊。哎呀，我这个人说话难听啊，我还不怕得罪您。你就说那个主持人孙小梅啊，以前给我的感觉就是亚洲屏幕的主持人，今天我一看，哇，中央台台长。孙台长，我什么时候跟您单独汇报工作呀？侯月文，侯月文在我们的圈里我都叫猴哥呀。原来我一看猴哥怎么看怎么像胡同串子，哎呀，今天一看铁道部副部长，哎呀，侯部长，通往英国的那个铁路什么时候开通啊？开不了的，一天牛哥呀，衣冠不整，拉了拉他，怎么看怎么像活济公。今天我一看，哇，还珠格格，牛格格，过去我看冯巩啊，这个脑袋这个大呀，严重的比例失调。今天我一看，这哪是脑袋呀？这是刚刚收回来的宇宙飞船的冯飞船，收回来还麻烦了，还啊？这是冯巩，咱不开玩笑，说点正经的。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个德艺双馨的演员。我还听说平时谁就给一套3居室的住房，那就什么也别说了。那肯定是你是当之无愧，德艺双馨，你是名副其实。
才貌双全。不不不不，就说还是你得意忘形。不是你，咱不能看这个个别的，要看全体的、总体的、全面的待遇。说句心里话，这套房子，它就应该是我的。嗯，是不是？我是说这个、这套房子，它应该是你的。哪里哪里，门都没有。我怎么一坐下老说错话？行，说的完全正确，太对了。这套住房就应该是你的。从客观的综合素质来讲，踏踏实实，这住房就应该是我的。牛哥，我这什么嘴呢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这套住房就应该是我的。哎，这女的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再拿她试试。峰哥，说老实话，这套房子归你呀、这是有充分根据。这理由太充分了。你相声说的太好了。您不光相声好啊，您摄影还好呢。您都办了影展了。你看了？太看了。这个影展办的，从美学上来讲啊，那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几天起的名字，牛眼看家。才不叫狗眼看人呢，你不叫属牛吗？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，我还属鸡呢，我办影展叫鸡眼看脚，可能看吗？那个最可气的，放着相声不好好说，非要到什么养牛大县当那个副县长，难怪业内人士无不感叹的说，哇，牛群同志在县长里相声说的最好，在相声界人家摄影最棒，在摄影界人家牛养的最多呀。哎，我怎么一坐下来就说假话？一点假话都没有。说老实话，冯总，我对你是心悦诚服。真的，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啊，关键你涉足影视界了。您看了？哎呦，谁不看你电影？一直观众对你什么评价？什么评价？大家说冯总演电影最大的特点。您讲，演谁不像谁？哎呀，演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怎么演我比他强啊？你不就演个那五吗？我要演，我演这六。你埋伏我暴露，你站直别趴下，我躺下就不起来，你没事偷着乐，我有事明着哭，你狂吻俄罗斯，我啃死西班牙。我这一坐下也是老说错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套住房咱都别要啊，应该把它让给姜昆大哥。姜昆比咱的资格老，姜昆比咱贡献大，这套房子要是给了姜昆，那咱俩还不得接受死？资格好，他不一定人格好，贡献大不一定房子大。再说姜昆身上多少毛病，大伙都知道。哼，首先说最发起冲突，那就是他挑起来的，没错，就是他干的。那个阿拉法特，他见过吗？不是，上海见过好几面了。当初阿拉姜昆、阿拉牛群、阿拉法特嘛，上海那边见的，是不是？再说美国那个 NMD 导弹防御系统，就是他给策划的，没错。有人小布什信他的，这个中国旅客到日本的机场，受到非礼，那日本人就是他舅舅，真的。前些日子南方办那个有毒大礼，我听说找的最多就是他外公。你说团里人说信吗？这么说？甭管，先给嚷上去，他那房子就吹。就这么说，这套房子那就是我的，对，姜昆的。冯总啊，你好人，你好人吧？我跟冯总这是多少年了，最大的体会，冯总正派，他对朋友对领导不一样。我从来没见他请领导吃过饭，没错，我这么些年了，我没请过一个团长吃过一顿饭，这个我可以证明，对吧？他从来不请领导吃饭，对了，光请领导桑拿。嘿，哪位领导？现在团长多了，哪位团长你要说请他吃饭，没工夫；要说请桑拿，分哪儿去？哎，谁啊？哟，又团长啊！哎呦，你说什么？我得意？哎呦，团长，我有什么得意呀、啊？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，那病全是装的，团长。
我曾经资助一个失学儿童500块钱，那孩子是我外甥，班长。上次我父亲定位，我都没赶到医院去看他。那不是我亲戚，班长。上次您家玻璃碎了，是我亲自给安上的，那玻璃是我碎的。认识你啊？团长啊，团长，你可都听见了吗？七十得以伤心，对于我来说不在乎。你要是不给我，我跟你玩命。哎呦，团长，那套房子我真是无所谓。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。团长，我还告诉你，我可不是吓唬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，我只要贴上你，接下来就是一层皮。你是茶，我是水，我泡你；你是树，我是藤，我绕你；你是油，我是灯，我耗你；你是锅片，我是饼铛，我烙你；你是玉帝，我是孙猴，我闹你。你要是不给我房子，我天天写匿名信，我告你。哎呦！我怎么都没说出来？这叫什么人呢？这叫啊！班长，你说什么？您把送给您这套住房送给我们俩，嗯，就这么说，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。团长说的都是真的呀，那我们俩也进不是东西了。才知道啊，这个牛哥跟巩哥，你们两个就是，你看看，做人就得要表里如一，可不能阴奉阳违。是是，你们俩真是应该好好的改改原来这毛病。没错，谢谢。其实呢，我跟我们很多的观众一样啊，原来非常喜欢你们俩的相声。我每天下班忙了一天，一回家一打开电视机，只要一有你们俩的节目啊，我就马上坐下一看，我从来也不乐。给您拜年了啊。对对对，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。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。要这么说呀，我跟你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。哎呦哎呦，您好啊。哎呦喂，大妈您好啊，您吉祥啊。哎，那为什么呀？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。热烈呀，表达感情奔放。持久体现情深意长，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。嗯，哈哈哈哈，有魅力。要这么说，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，连褶子都不长。得了，我得了，不行你啊！别别别，您别动。要这么说呀，那男同胞的胸怀啊，像江河。江河算什么呀？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。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，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。牛比羊个大，这点你是有体会啊。啊，要这么说呀，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，岿然不动。要这么说，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，挖山不止啊。要这么说，那男人就是磐石，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。要这么说，女人就是滴水，水滴石穿哦。那男人就是大船，你水再大他漫不过船去。要这么说，女人就是宰相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？这么说，那男人就是皇帝，哎，皇帝专门管宰相。要这么说，女人就是皇太后，专门负责生皇帝。完了，不是，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啊？我就这么说，你把我怎么？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。你瞎说，夫人在下头，我就替女人说话呀。今天是丈母娘来了。男人就是大哥大呀，啊，大哥大，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。女人就是 BB 机啊，BB 机一呼，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。
那男人就是电视机，女人就是遥控器。那男人是录像机，女人是遥控器。男人是影碟机，女人遥控器。男人是大公鸡，女人遥控器。是这样遥控，现代化养鸡，甭管你是什么都得，哎，遥控还得气着你啊。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？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。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。怎么受优待？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，有孕妇专座。哎呦，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，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。那三八妇女节、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。是啊，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。你甭管怎么说，男人有男人的特点，女人有女人的特长。哎，男人追求阳刚之美，女人擅长以柔克刚。你看那俩姑娘乐的，不得克了几块刚了都。哎呀，那女子巾帼英雄啊，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？啊，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。哦，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？就因为绿茵场上少是一个女的。奇怪啊，足球啊，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，男的爱看，女的不爱看。你说的那是过去，现在是女的爱看，男的不爱看，他生不起那气哟。那甭管怎么说，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，女的就是比男的棒。要说生气，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，但咱喝了不闹事儿。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，但干逛不花钱。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，还是不闹事。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，还是不花钱，气死你。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，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，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。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，多么坚强。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，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。男人都健壮，女人都长寿。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，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，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，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。哦，你看那六嫂的，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，老爷子都这么走，都这么走。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，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。啊，你甭管怎么说，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，女的就是比男的棒。咱就说演戏吧，怎么了？男的有宋玉，那女的有婵娟；男的有吕布，女的有貂蝉；男有李隆基，女有杨玉环；男有王金龙，女的有苏三；男的有西门庆，女有潘金莲。那你误导当官，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，那什么人呢？都是。其实啊。男人离不开女人。哎，要这么说呀，女人离不开男人。男人爱潇洒，女人爱漂亮啊。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，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。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。在聪明和美貌之间，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，但更注重聪明。在金钱和人品之间，女人就是重人品，但是钱越多越好。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，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。男人常说你真好，女人常说你真坏。你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，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。对于有些男人来说，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。其实啊，女人像杯茶，不但要喝，你还得会品。其实男人是部车，你不但要开，还得会修啊。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，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，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。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，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，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。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，男有李双江，对，女有彭丽媛；男有尚长荣，女的有马兰；男有陈佩斯，女有黄小娟；男的有宋祖英，女有郁钧剑；男有董文华，女有赵本山；男的有那英，女的有刘欢；男的有黎平，女的有程前。
咱说乱了是吧？这是The Rob Taylor 主演，听歌拿哪火吗？不，那您不能骄傲、啊。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首。哦，像什么说学逗唱啊，什么唱念作打呀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嘛，捕鱼捉蟹啊，煎炒烹炸，刀枪剑戟，斧钺钩叉，帮人搓澡，替人桑拿，给人洗脚，为人拔牙，不。咱俩到底是干嘛的？就说这意思，艺多不压身。我还真想不起来，咱俩究竟不会什么？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？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？不帮啊！把他们都帮火了，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。那好了，不帮。有你这句话，嗯，我跟谢晋说了，你跟他我说我们俩没功夫。不是谁？谢晋，谢导啊，非求咱俩帮忙。帮啊，他拍一部电影。嗯、啊，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？哎，他太清楚了。只要咱俩一上，就把他给捧红了。可万一咱俩要不上，他更红了呢？那咱就上，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。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？都是。你还别说，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。什么戏啊？片名叫《老板与老板》。别人也演不了啊！啊，你让陈佩斯、赵本山。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，他不像老板。那今天呢，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。嗯，让他们把车开过来。啊，不不不，没车接我，我是啊。剧情啊规定，老板得自己开车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，方便的啊。不信你找个司机，你做点什么？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，你信吗？哦，是的，把车开上来。我真服了谢老了、嗯，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？不是，我就开他呀。啊啊，咱们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30年代啊，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，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、啊。是啊，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，他挤一点啊？不，我不挤啊，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。那我呢？啊，你主要是负责开车，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？都是老板，都一样。什么一样？都是老板，凭什么你坐车，我拉车呀？不是，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，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。哦，这一明白了，这一老板啊，我就老得费脚板啊。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，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。嗯，你这腿也太长了，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。你说这么长的腿，你得跑多快、啊？不，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。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、啊，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？啊！一会儿我出了门，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。我说冯巩，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，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。哎呦，怎么着？马俊仁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？怎么得的？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，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，放下车就拿金牌。你看见了是吧？那宋祖英有一首歌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。哪首啊？拉妹子拉，拉妹子拉，拉妹子生来就不拉拉，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拉，拉拉拉。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！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何寿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飞越黄河那位，跟你就没法比了。怎么呢？飞越黄河，他是开着汽车飞跃啊！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，我就掉河里喽。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！嗯，好，怎么样，浩哥？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。不拉。打死也不拉，不是你不拉就不拉，你没必要嚷嚷，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。温柔咱会，打死也不拉，关不关？那我可就找别人了。你找去，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。你还给行了，
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？你张嘴闭嘴就是钱，我们是搞艺术的，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。你以为300万我，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？谁拉车我给谁，真的？那当然了，你赶紧上车，这不耽误我工作吗？跟你说不啊，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？啊，我说了，打死也不拉，只要打不死，就拉。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！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。没错，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。对呀，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。那钱算是，哎，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？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？对，300块要什么支？300块啊，不是，你不是说300万吗？啊，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，到你这儿就300块。你下来，我摔死你！我跟你说吧，干什么你？嫌钱少是不是？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，丢不起的人呢，是吧？不，你好像那在除夕之夜，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。你真是，你静下心来，好好想想，咱们应该呀，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，叫拉一次乘客，献上一片爱心。好好想想啊，哎，你就要远学雷锋，近学李素丽呀、啊。不、哎，等会儿，不，你坐在车上，你怎么不学呀、啊？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？啊，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。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。不，你不坐车，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！坐车是太痛苦了，它落不着动啊，是不动就要发胖，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。没错，痛苦。不，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。不，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，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。让我尽情的痛苦吧，让我尽情的胖吧，无所谓。有所谓，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你真正拉的时候，你不是拉我呀，你是拉我们董事长，就轻松拉。谁演董事长？穆铁柱啊，这就抱俩孩子。别介，抱俩孩子，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坐车的感觉。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，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。能不甜吗？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，再苦再累心也甜。不是拉穆铁柱吗？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，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，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。董事长女儿坐车，哎呦，岂止是坐车呀，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，俩人就有了感情了。哎呀，眉来眼去，以身相许，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。别，我跟你你演孩子，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。啊、赵本山、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。啊、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，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。哎呦，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。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。不行，你赶紧来，300块钱都是进一步的事儿。那我真上了，你就多余下来，那个千金不重要啊。我就拉。拉二哎，你快些走哎，快些走，嘚儿呀，牛啊，群呐、啊，送到哪里去呀？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。